下礼拜二下午我没有课、哦。你想跟男朋友约会？练白嘞，对啦，我是想跟男朋友约会啦，怎样？但我约了。哈？跟谁啊？张若昀。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你会介意啊？干嘛介意啊？有没有搞错？有本事你就去找他当你的女朋友啊！爱的3.14159，台视、东森联合献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乐吴思贤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爱的3.14159。